好的时光呀。你说什么？我不告诉你。琪琪说他一直想来这个光影艺术馆，他想成为月亮下的追光者，让月亮奔他而来，他就会忘记所有的烦恼，等到重新见到光明的时候，他就会重获新生，浑身都轻松起来。那就成为追光者吧。白琪老师，那让我们在这里开启我们的愿望之旅吧。白琪老师，请让我们一起共赴前方吧。好的。白医生，绝了，谁教你的？是七七，他一定要我这么讲。那你能不能再来一遍？可以啊。真的？是。超帅。看谁先啪啦啪啦，管不起啪啦啪啦，快速go me来来，Lucy my mind，看谁先啪啦啪啦，管不起啪啦啪啦。